西班牙的朝圣之路是当当人用行路去旅行一条当经典的路线，也是台湾没有自家的朝圣之路。用陆路的同台三线轨路的客庄联络起来的装置线路，路线对桃园龙潭到台中东势，也是当天经辟谣的九个工作站形成连绵。今年台湾装置线路协会被正式成立启动，未来就会继续开启普陀的维护和推广的工作。我们一起手连手，心连心，一起携手努力。强行那年种植制度的布条，为展现普陀永续发展的决心，推翻种植制度协会正式成立，能摆为专门负责维护营运种植制度。成立一个台湾种植制度协会，好，都做到了七家的营运，好，啊，所以种植制度全撇条。普通无共用的地方都会撒起个人情味，吼，有几多个商店的服务，所以透过社区来把它整合起来。安尼以九十工作站为核心来成立，大家都是走路协会，啊，希望呢将来这条路啊长期性永远来经营，啊，来好收职工，啊，邀请全世界第三爱好者共同来行这条路。普陀工作站负责人希望，在本国中软硬体界自然整合，做得进一步带动合作的机制。天气特征也好，会开得飞，哦，将来的发展啦，也目前诸多的嘛个事情要去发展，也系嘛诸多嘛个事情要去处理，譬如普陀的维护啦，也系各处等等吼，就希望讲要留路。一天做唔到啲石台，路嘅废台一天要做维护，本人行路畅快，本人行路安全，年一来有些，真有进一步嘅发展嘅机会。马来亚，当年六年跳一只白鹭，未系台湾普通人，在今年六年初一，为盼跳一届种植石路行路加研发，关系龙潭台会师不同。爱土的民众迁土去行，龙潭石厝行，欢喜界大牛行，行过北港埔了了葡萄。两条路哈都会很有特色哈，比如说四月桐花开的时候，这整条路上都是桐花，跟两条路有不同的特色。哎，龙潭该是比较轻松休闲一点，那大牛旗这边，它有点像登山，哈，它有一点挑战性。这下种植线路会经过桃园、新竹、苗栗、台中两四家人士，轨路总共有九家工作站，搭帮串联，营运在个升级。未希望搭帮公司部门强下合作，而展现合作丰富人文历史、让人亲民的世界，每位葡萄永续竞争。下个新闻才一会前面以台北葡萄。